好啦，开始夜啦，我哋都系时候瞓啦。大家请合埋对眼。好，天光啦，大家请擘大对眼。昨晚系有人死嘅，仲有两个添。一定有我份，我系预言家。好，首先系 Kofus， 第二个系包包。咁我可唔可以讲话言啊？最后，阿 wing 你一路讲嗰句说话系错嘅，最毒都系妇人心系嘛？好嘢，女巫好嘢，好嘢。噔噔，辛苦晒，辛苦晒，好嘢，好嘢，你都辛苦啊！辛苦晒，辛苦晒，辛苦晒，辛苦晒。点解冇人怀疑你咁劲嘅？我觉得系可能系因为我一路同大家讲，我觉得好人喺身边。等阵先。你的好人在身邊，兩隻狼在你身邊。所以你知唔知你講完呢句之後咧，佢死埋之後，我嗰陣啊，我嗰陣有如釋重負嘅感覺。但係喺呢一 round， 如果唔係你死咗嘅話，我就會嗱，唔係我就會拉攏你咯。因為我頭先係一路做緊一個蠢女人嘅角色啦，就係話誒男人一定係狼啊成啊咁樣。跟住之後，同埋我諗諗下，點解只狼一路都唔會殺我？就係因為我應該講咗啲嘢係令到佢安全咯。唔緊要，你最尾都唔係蠢女人啦，你是一個精嘅女人，精叻嘅，係辛苦曬咁多位，唉，真係唔錄到最尾都捱唔住啊，真係。We are Whistle。